来，大家好，今天是腊月八号，我们称之为腊八节。那香叔今天来到我们厦门著名的一个地标南普陀。那今天随着香叔来跟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祈福，那也祈求各位观众在这个龙年呢可以越来越发，越来越好。那随着香叔一起来吧。好，现在香叔已经进来正殿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我们的弥勒佛。那在第一关要先跟弥勒佛祈福。那接下来背后是我们的四大天王，好，左边右边都有。那现在南普陀因为面临装修，所以很多区域它是没有办法进去的，像香叔现在正后方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走到前面来，这里的第二个我们需要拜的菩萨是韦陀菩萨。那韦陀菩萨呢是护持我们的道场，好，就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韦陀菩萨都是来帮我们护持道场，然后帮我们抵抗这些妖魔鬼怪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祭拜一下我们的韦陀菩萨。那我们走到了这个正殿中间，随着香叔过来，这里后面有一个我们的伽蓝殿。那伽蓝殿在我们的这个道家里面讲的就是关圣帝君，那在佛教我们讲伽蓝菩萨。哦，在香叔的这个正背后有一个伽蓝殿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跟他祈福。那在拜完这个伽蓝菩萨之后呢，香叔都会准备五块钱。那这五块钱呢，就是跟与我们的菩萨结缘，五元五元，闽南语叫五元五元哈。啊，我们会把它投入他的功德箱里面。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好的，现在在香叔背后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南普陀的大雄宝殿。那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是我们的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还有药师佛。那现在随着香叔前往大雄宝殿来祈福吧。那上面有写的一块匾牌，写妙相庄严。哦，那这旁边还有两根立柱。哦，阿弥陀佛。那像在我们的南普陀里面呢，里面用的很多年号，像这是民国十四年乙丑清和月吉利。哦，那所以这个寺庙已经是比较长期的寺庙。那这里会写到它的礼佛寺，礼佛寺要怎么拜呢？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哈。从这里我们要开始立于拜殿前，合掌当胸，足跟间距两寸，足尖间距八寸，两足成倒八字。好，哦，再来就是大家认真阅读里面的祭拜方式就可以了哈。那另外一边的这个牌子呢？写到大雄宝殿的一个典故哈，它是寺院主体的中心，是佛教寺庙供奉佛像的正殿。哦，此殿面阔五间，两侧罗汉堂、朝拱主殿。哦，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看哈。那接下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大雄宝殿哈。那香叔接下来就进去礼佛，谢谢。那在我们拜完大雄宝殿之后呢，在香叔背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西方三圣，哦，就是在大雄宝殿的正背面。那西方三圣有哪些菩萨呢？有我们的释迦牟尼佛，然后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。那随着香叔来看一下这个背后的这块牌子。哦，它现在这个门呢有一点点挡道，但是这个是背后的法身是我们的西方三圣。然后我们祈福完之后，前面有一个纳福，啊，记得跟香叔一样投五块钱，我们捐献给寺庙，也与我们的菩萨结缘。 OK， 那我们拜完了西方三圣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前往前方的大悲殿。那大悲殿供奉的是我们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。
那随着香酥上来，现在在前方的这一栋就是大杯店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它是一栋八角形的建筑物。好，那随着这个阶梯，我们前往大杯店。那大杯店的千手千眼观音，它有四个面。那大家记得在祭拜的时候呢，要以顺时钟的方式，我们祭拜完四面，那这样子就圆满了。那因为今天是腊八节，所以来参拜的这些信徒也非常的多，所以要靠近我们的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呢，这里人会比较多。那接下来香酥就开始祭拜。那正当我们祭拜完四面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之后呢，香酥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绕塔顺时钟绕七圈，那七圈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功德及帮助。那现在随香酥来绕圈吧。那这个绕圈的沿途过程中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观音的雕刻，这里是白衣观音、德王观音，因为观音有各种各样的画像，水月观音、青头观音、威德观音。那随着香酥一起来绕塔，我们绕七圈。对，今天人潮非常的拥挤，因为今天是腊月初八。现在有点卡住，我们继续绕。那沿途中都可以看到，这里有各种各样观音的一个化身。那我们已经绕完第一圈了，那随着香酥这样子绕七圈就可以了。那当我们今天拜完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及绕塔七圈之后呢，也就是算圆满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香酥的对面。事实上这个对面呢，香酥有上去过一次，上面是我们南普陀寺的宝藏寺，上面写法堂，也就是南普陀寺在接待外宾重要的人物，住持会带我们上去看一些他珍贵的这些收藏的一些法物。然后今天因为香酥没有受邀，所以大概就拜到这边。那下面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有两间有这个法物的流通处，那很多人会在这边买一些纪念品。这里有写一个招牌，包含开光法物。你今天买了什么？拿来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今天买了什么比较特别的。这个上面有一个财神爷，写个吉，上面写金榜题名。对于这个考试的朋友，上面还有文昌笔，非常的好，寓意非常的好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另外一边是逢考必过，对考试非常有帮助。因为香酥的女儿今年要参加中考，那也希望她金榜题名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写一个平安、喜乐、一帆风顺。还有福，有很多，然后还有财，还有上上签，这个寓意是非常的好。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流通品，那大家到南普陀的时候呢，别忘了进来这里面参观选购，可以买一些，大家很多人都在这边选购，这里都是有开光过的这些产品，对，非常的精美。好，那香酥今天南普陀的介绍
就到这边啊，也很感谢大家继续支持香叔，谢谢。好，当我们祭拜完我们的南普陀寺的菩萨之后呢，可以前来我们这个慈善处这边哦，办理会员。那他会给你一张这个会员证，然后呢，还会有这个手机贴，啊，包含这只小象。那它的费用呢，一天只要1块钱，所以一年是365块。那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南普陀寺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随着香叔一样一起来多行善，谢谢。